当我第一次下厨给老板做饭。咦，谁让你厨了？快点住了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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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哒，吃饭啦！哪去了？气死我！人呢？啊哦，原来在这边呀！什么？你放屁了？走，你才是笨了！介绍一下，这个是蓝色鸡翅，这个是西红柿鸡蛋汤。汤呢？在这儿呢。等一下，你们要是都吃完，我就给你们买肉夹馍。你们随便挑一个吧。我要这个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我要这个。爸，我带你们去点餐吧。是，走。东西都带了吗？带了，放心吧，徐总。上车，上车。你哪来的车？这是我今天刚停的雪佛兰探界者，2.0T 加 9AT 加48伏轻混系统，动力强劲，但是一点也不费油，而且还很安全，配置很多，还听得懂方言。你好，我小宝贝儿。快乐。导航去第一海水浴场。导到多个第一海水浴场。Later。天气好好呀，季总过戴墨镜了吗？天阳何人带这玩意儿啊？哎，对，你带沙琪玛了没有？带了。Your insecure。给。算了，你跟老师待着，我们俩弄吃的去。做什么好吃的呢？做什么？烤鱼呢？我去看看你哥。去吧。季总，我们一会儿吃什么呀？烤全羊。原来我就是一只羊。真是他自己的家伙。当老板的贴身秘书，甚至为贴身保姆。我看看他的办公室。有抹布吗？有啊。那你脱了吧。这不太好吧？想什么呢？让你脱袜子啊！作为一公司老板，整天就知道睡觉，还流口水。给我双筷子。筷子不就在你眼前吗？我需要你递给我的。行，给。你别生气，给你用我的。算了，天太热了，帮我买风扇吧。好的，季总，风度还合适吗？嗯，挺好的，不错。我也觉得挺好的。那个，季总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啊。我有事啊。那不好意思，我再去买个风扇。我保证这次绝对不会出问题的，你们就放心午睡吧。睡醒了，里面下雨了吗？我该找你。季总，你找我啊？这是什么？这风扇呀。是个小太阳。哎，你别生气，正好出这么多汗，我给你敷个面膜，紧一下毛孔。行。你想不想看了？别生气，我给你买的减肥器，卖家说是特别便宜啊。包装还挺不错的嘛。哎，神器呢？就是有没有种可能？这个就是呢。我错了，是我还敢。